界有点难。虽然我上次是冠军，你是冠军吗？啊，冠军有什么奖励？完全没有。你现在不要笑，你现在不要笑。我现在不笑有点难。你现在不要笑。酒味不可以出来。你的左边的嘴角。小强生病的话，我怕他传染给我。你不要自己看自己在笑好不好？拿过来看呐、啊。开始吗？开始。在干嘛就对啦。阿许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怎么样？最近感情上面怎么样？最近很好啊。感情呢、啊？感情上面感情也很好、啊。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，就很好啊。感情的状态，不是常常吵架。厉害！我不能讲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不能不能让大家知道。是的，感情很，哦，感情很好。哪一方面？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很好。哎呦，那你对自己爱情，对自己爱情未来是什么计划？就像大家那样计划，哪样计划？结婚、生小孩，差不多。离婚？这个不在我计划内了。小强感冒。那我们现在是要玩？没有要玩什么？好、哦，没有要玩的。你就不能跟大家见见面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嗨。你觉得你最讨厌你脸上什么东西？脸上哦，你最讨厌应该是嘴巴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嘴巴很大。嘴巴很大，你看有一些人嘴巴大，性感好不好？是吗？对啊，因为可以塞很多东西啊，比方说塞拳头之类的。是，吞拳头，吞拳头，我没办法。吞拳头，吞拳头，吞拳头，吞一个，吞拳头，看看。他可以那个舌头舔鼻头。哦，阿举有一个功能。功能？舌头舔鼻头，想不想看？不想看。是，我要看。试一下啦，大家。这算是特，就是特殊能力，特殊能力，特殊能力啊！但这有点，这也有点不太算是十八禁的内容，最好是了，真的。哪会？太惊悚了，不适合这个时段播出。这个时段最适合合家观赏的时段，是吗？对，再晚一点就。但我们玩的这个东西有点惊悚，你赶快，人家在等。真的要？会怎样？啊啊啊！啊啊啊真的舔得到哎、欸！舔舔看下巴，下巴也可以。你女朋友对于这件事情，她有什么说法？投以羡慕的眼光，崇拜崇拜。你吃饭的时候会用到这一招吗？
如果吃，就比如说你这里沾了一个饭粒，你会这样舔吗？不会，我可以用手拿。那你可以用舌头舔到，你为什么不用舌头舔，要用手？因为用手比较方便啊。可是手很远的，舌头很近啊。舌头很近、啊。吃饭还是要注意礼仪嘛。他还可以舌头舔手肘。你说吃饭还要怎样？吃饭还是要注意礼仪嘛。可是你这样，很快人家就看不到。那我用手不是也是很快？不会啊，你手的话动作很大啊。手的话动作很大。我可以这样啊，这样。就不会被发现，这样不会被发现。那你不会这样，这样遮，然后用舌头。为什么一定要用舌头？我的妈妈满想到我还弄不了，舌头很短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小强。我不知道。小强割过舌头哎、欸。我小时候舌头粘在下面，如果没有动手术的话，讲话会像酱饼，讲话会像现在酱饼。在我是婴儿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医生就把我的舌头剪开，前面那节没有用，他把它剪断，所以我舌头很短。你伸出最长，伸最长。好弱，他最长好弱。但其实我舌头也很短，真的、哦。所以我讲话其实有的时候蛮辛苦。所以我都卷舌很痛苦。对啊。那为什么我舌头长，卷舌也卷不好？伸舌头，我看，嘿，我舌头好红哦。啊，你最讨厌你脸上什么东西？什么部分？胡渣对不对？胡渣。太完美。哎，我们明星商品上面的力哥有胡渣。莫名其妙。怎么会有胡渣这种东西？你看。讲实话啦，你终于会不会好要讲一个讨厌的东西？讲讨厌的东西啊，可能是这根毛。力哥真的包袱很重。老头子太难。难道长这样子的人都很包袱都很重吗？这里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看得到啊？有看到吗？哦，痣哦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有一天他就突然就出现。阿许又表演一个惊人的东西，我刚刚已经用过了。我没有看到，而且大家想看，大家也没看到，但是有爱人想看而已。你这样真的很对不起广大的真的、哦、的群众，对不起，那我还是不会用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很丑啊。很丑吗？真的很丑啊。很丑吗？阿曲刚才手肘舔，用舌头舔手肘，手肘舔到舌头。这里，我看，你看啊，你用啊。我看啊。试试看。哎他，没看到啦。刚没有看到。有啊，我没有啊。啊真的很近呢、欸。舌头很尖呢、欸。这还好吧？他不是舔到这。讲到好像，他说你要最后舔到啊，我再拉一下，他再拉一下就可以了，再拉一下就绕一圈了，可以吗？舔到不行啊，没事。好了，哎，你舌头很胖吗？你讲那么多，来试，来，舔一下。我们在后台准备上台，我们哦，要跑车哎，谢谢干爹。人家如果进去怎么办？谢谢美女，谢谢美女斗内。
放屁！哪一根神经？你跟我讲，哪一根神经？有一天你就要看着镜子，然后一直大脑左边的第三，左边算过来第三根神经。我只要这一次没有，我只要这一次闭紧之后，然后抬。你现在是哪一只会动？哪一只会动？左边。这一只会动。那你就要这样练。什么意思？一直往上看。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一直往上。对，这样就会慢慢就会。谁？谁动耳朵？对啊，我也会动耳朵、啊。你看，我动耳朵，动耳朵。啊、哎，有有。鼻孔谁不会？我靠，我会动嘴唇半边，会吗？嘴唇半边哦、啊，上下一起动。嗯、上下一起动，嘴唇半边哦。好，这边。哦！不是上下上下是上下一起上下一起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猛啊！这样吗？不是，那只是半边半边。半边而已。厉害吧？为什么？这要练啊，这是练出来的。这是要练，要不要练？要不要练啊？好，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确定你要动了？好，那个阿菊跟大家说个笑话。现在跟大家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好好笑。笑，哇，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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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讲第二个笑话，好不好？第二个，好，啊，好笑，好笑。立刻又不跟大家讲笑话。我最后一个笑话，讲，就是有一天，一个老伯伯要去加油站加油。好烂。有一天，一个老伯伯要去加油站加油，骑着摩托车。要去加油站加油，然后呢，他把他安全帽拿下来，放在机车的位置上面，然后加油小妹就要帮他加油。这个时候呢，安全帽掉了，开始一路滚，然后老贝贝就说：“啊，帮我加油，我要去追帽子。”然后呢，那个加油小妹就说：“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”第一次听的话，不会是这种反应。你看人家都讲笑话了，你呢？我刚才已经讲过啊，而且你讲两个。对啊，我很想讲讲。其实这边很吵，讲话你们也听不到。我来给大家一点即兴舞蹈好了。再来啊，再来啊，放啊！大家起来！没想到锁骨断了之后，舞蹈。这个叫做放慢。那你给人家看一下你的伤口要不要？伤口。真的假的啦？可以看吗？颜色越来越深。他要给大家看他的伤口，哎，我只是随口提提，他没想到。不要，先不要播，先不要播。妈，你播给他看。等一下。好，来。哦。哦。哇。哎，你这伤妆画得很好，哎。你喜欢我送你。喜欢我送你。我是真的，哎，天哪。天哪，我的妈呀！下个月可能下个月我还要再开一次，要把里面的钢板拿出来。所以锁骨断了之后，
热舞会进步的意思。也没，我听到音乐就喜欢动了。那待会动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好啊。我好痛。好了，因为我们本来要跟大家，结果这边太，不是说这边太大声了，那个，因为我们在后台，怕大家我们讲话大家听不太到，对不对？最后那个阿菊用舌头跟大家拜拜。哎呀。舌头可以转，可以翻面。拜拜。你舌头是刚这样，我也会啊。我会，太有福了。哪一位啊？你的舌头都好才华啊！为什么舌头那么短？大家好，我们是舌头和尚团。你看你这个呆傻掉。有人欢迎我。大家想听什么歌呢？我们待会儿还是会照我们本来的计划唱。我立刻站，像王子哎！我的妈呀！是王子，点歌来，立 Q 唱给大家听。我跟你讲，立 Q 唱歌超好听。哦，立 Q 你美颜很美，没有美颜更美。有卫生纸吗？我擤鼻涕。哦，隔离，隔离，隔离，谢谢。隔离，隔离，隔离，不要离他太近。